故事。蛮蛇想宰相之容。死死了，这回我要死了。呸呸呸，大清早的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。你知道吗，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，两头蛇。蛇有四毒，有被它咬而死的，有接触到它就要死的，有看见它就要死的，还有听到它的声音就要死的。这种两头蛇看到它就会没命。两头蛇，娘，孩儿要死了，孩儿以后再也看不到您了。孩子，出了什么事？老师说，看见两头蛇的人一定会死，孩儿刚才看见了。那条蛇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救命啊！完了完了，这回死定了。不行，要是别人看见也会没命的。小蛇啊小蛇，我要是不杀你，会有更多的人因你而死。你别恨我，用不了多久我也会死去，给你偿命。孩子，你不用忧虑，我听说有应得的人一定会得到好的报应，你不会死，以后还会发达。虽说啊，后来真的没有死，是做了楚国令尹，执掌楚国政务呢。这么说，我杀了他就没事了。慢着。吓死我了。两头蛇是害人的东西，所以当年孙叔敖埋葬了。如果加以类推，凡是害人的都可看作两头蛇。除残禁暴是埋外界两头蛇。改过修善就是埋自己心中的两头蛇了。